欢迎蛙哥。欢迎蛙哥。你们都玩很多期的加速王，这两位都是今天就这批人轮流换人，他们体力会保持最佳，他们体力真的还挺不错的，就感觉好像不咋会累。我们要不要预测一下这一期谁是加速王？孙岩哥。好，我是加速王，就是能逃过猎人追捕的最终的第一名，达到奖牌的那个人。可以不止一个吗？可以。你没有的，没有拿到，他们后面都有，那就行，都有。这期咱俩吧，啊，有点新意，对不对？有点俩，但不新鲜。谁是第一个被淘汰的？孙岩哥。那到底是就是我们心中的加速王是吗？是。你预测你第几个？我只有第几名？应该可以，前三不会第一个被抓吧？有点野心，有点野心啊，应该可以很接近加速王。他们说有看到他跑步，就跑的过程中很快，然后他们都在跑的行进中突然又加速，就是像快进一样，那个人巨快。他就好像跑得很快，他还能再加速。不要找这么厉害的人来追捕我们。我也是这么问的。但我不需要这么厉害的人。我们可以有一种办法，就是压根不给他机会抓我们。我们几个。跟弟弟学习的方法就是很小心，谨慎很重要。对对，你他开始在追你，你千万不要直地跟他跑，你就绕着跑，这样子他就会如果有死角的话，看不到我，他都停了，他就停了。对，那被抓到的人就。就是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然后你就去罚站，要不你就等着人复活。这不好玩呢。没有，聊天也挺好玩的，你可以感受一下吧。那被抓的人去哪里？就去有一个地方罚站，所有人站在那边，然后慢慢一个一个就增加那个地方，就可以聊天了。对对，但蛮尴尬的，因为一开始就只有自己的时候，反正我没有体验过啊，所以还没体验过。那你被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别人在玩什么吗？可以，好像有那个电视，能看，那还可以啊。还可以是吧？还在参与，没有经验对吧？没有经，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经验，是吧，姐？第一位没有经验的哦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，叫做，抓猎人。抓猎人，可以，我喜欢抓猎人。你看我说，你看有几个？全员加速抓猎人，秀，秀秀秀，秀秀秀秀秀，几个猎人？四个猎人，几个秀人？几个猎人啊？几个猎人？几个猎人？你看，全员加速中。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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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，几个猎人？九个。不对，不是四个吗？四个。秀，秀秀秀秀，秀秀秀秀，秀秀秀，多少个猎人？多少个猎人？五个。对，哎，对，咱俩四个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手不是，你看，那我手放在这里啊，速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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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，这个要算速，算很难算的。这个确实多少个猎人？一个，我猜猜啊，五个。我知道这个游戏玩什么，但我快要明白了。你再玩一次，我差不多。不是，你怎么明白的呀？就他就是那种，就是。以前玩过，那太久没玩，忘记这件事，玩过。那你来，你来，我来猜。咻，几个？咻，两个。对。但你不知道怎么猜出来的？我除以二了。不，他不知道。是吗？你再来一次呢？再来一次啊！咻。这次可以猜猜究竟有几个？三个，十一个啊？对，想不起来。各位都一样吗？一样。OK， 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应该在。都一样哈。这个是古装界感觉。哎，哪里有开场？开场，这里。这开场是我们的开场吗？不知道呢，我看一眼。头掷点啊，头掷点是啊，头点啊，掷头点，头掷。万楼区域是什么意思啊？万楼肯定，哎，不是又要分队吧？哎，还真有可能哎。